一样呢？因为我一直处在一个跟不上的状态。这样的状态呢，其实让我有很大的压力。其实我回去之后有在练，练就是说练一练，但是到了课堂上的时候，其实就是说又带进来新的东西，所以我一直处在我刚刚讲那样的状态。不过呢，我觉得这样的状态是一个我们想看到的一种改变。其实我可以看到老师现在改变的这种教法，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一首曲子有很多不一样的一种做法。那个就我比较粗浅我的了解，我的感觉是老师其实在教我们怎么样调啊，那么就是说一首曲子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改变。我想这个学期让我的感觉是非常不一样。谢谢，漂亮。